一出局垒上没有跑者。三垒方向的反弹球，三垒手接球周快传一垒啊，这球传偏了。陈伟志还是传得非常的用力哦，但这次一垒手于宗翰跳起来无法拦到，手背上的失误。嗯，手背的失误。这是这场比赛的台电队所发生的第一次的手背失误。这球本来是一个正面啊，这个球啊是出手以后呢就在很高的位置。余宗翰虽然人很高，但是没有办法掌握到这个球。